芝加哥滨河步道表现出芝加哥河的城市生态、休闲和经济效益。这一跨越多个街区的河滨步道延伸项目，既和谐又多样化，为河滨散步或划船的游客提供了停留点。一边是蔚蓝的湖水，另外一边则是高楼矗立的美丽景色。这是芝加哥的夜景。那这一个湖呢，已经可以算是内湖了。今天早上我们看到那个大的那个，就是密西根湖，非常大。漂亮。你是哪里？哪里嘛？你不对的。我有谁？这个。是一个景色，
architecture tours are prohibited from this location. 蛮有自信的嘛。这两个大楼在芝加哥挺有名的，你看像不像两个玉米啊？我们画画经常画到玉米啊，像两个大玉米，吃喽。玉米大楼建成于1962年，它是由建筑师 Bertrand Gober 设计，它真正的名字为玛丽娜城 Marina City，它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最先进的双用住宅建筑。川普这个令美国又爱又恨的名字，他是美国的前总统，也是地产大亨，他旗下的酒店遍布全美。有些人会觉得他这些酒店很金碧辉煌，也有人批评土豪俗气，唯独这一栋 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and Tower Chicago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极佳的评价。Chicago, Chicago, Chicago, Chicago. 好，走。Renaissance Hotel， 那这一个呢，它的中文应该叫做文艺复兴酒店，不过其实它的名字叫万丽酒店。可能就是 Renaissance 那个译音吧。What a tower！ 曾经芝加哥有一场大火，把什么都烧了，只剩下这个 What a tower。芝加哥的星期天夜晚，一头奶牛踢翻了放在草堆的油灯，烧起来了。世界上最大的星巴克，这个，全世界最大的星巴克，世界上最大的星巴克，哇，这个漂亮。这是百老汇音乐剧《芝加哥》的剧场。
好了，我们到家了。今天人月两团圆，祝大家晚安，明天见。